导航，带我去广东。你要去广东学鸟语吗？那个不叫鸟语啊，那个叫澳语啊。那你讲一句来听。我讲给你听啊，国国国家有国国国家国国国。不要讲鸟语。哎呦，我都说了，这不叫鸟语，这个叫做澳语，知不知道？不叫鸟语，叫做澳语。明明就是鸟语。什么鸟语嘛？你自己仔细听清楚啦。国国国家有国国国家国国国。你这就是讲鸟语。这不叫鸟语啊，这是广东的澳语，知道吗？这个是广东的澳语啊。你说的就是鸟语。什么鸟语？哪里有这样子的鸟语啊？这你有见过这样子的鸟语吗？你说的这个就是。那我说的这个是澳语吗？澳语肯定是这样讲啊，国家有国家个国国啊。请你不要讲鸟语。喂，这哪是鸟语？这不去了。你哎哎哎哎哎，就不看，丢，搞丢，费心。